站就去呢个 Monopoly 嘅 park， 咁咧就喺 Adobe 嘅后面。哇！眨下眼，我哋已经行到呢个 Monopoly park 啦。咁咧其实就冇乜特别嘅，不过咧就觉得哇，佢啲粒色仔好大个喎，咁我就想嚟观摩一下。咁呢度咧其实都几空气清新啦。地方又好啦，好啱一家大細嚟呢度散步啊，踩單車啊，做下運動啊咁樣嘅。睇下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。應該係唔喐得嘅，正常。係啦，好硬添。係啦，我以為喐得啦。呢個就係 Monopoly 啦。哇！哦、oh, ，really？邊度 ？Pennsylvania 啊！我哋嘅地方啊 ，Pennsylvania！ 哇，呢、這個地都要值$320喎！哇，為什麼我們 Pennsylvania 收貴？320塊 ，Park Place！ 哇，好得意啊 ！Broadway 哇 ，Broadway 最貴喎，$400。哇！真係好得意啊，佢呢度嗱有 chance， 哇超勁啊！跟住真係做到好似色仔咁樣。我哋咧終於行完呢個 Adobe 啦，同埋 Monopoly Park 啦。咁我覺得 Adobe 係好值得嚟嘅原因咧，就係唔係好多人可以自動入嚟啦，係一定要識人入嚟啦。咁頭先可能有一下我講錯咧，都要更改翻。咁嚟緊咧，咁佢哋話可能有機會會引入啲 visitor 入嚟睇嘅。我冇聽錯嘅話，不過我唔肯定，大家自己去懷疑翻啦。咁但係都幾值得嚟。如果你本身係中意整呢啲 software 嘅朋友，你都可以值得過嚟參觀啦。如果你認識到朋友，或者睇下可唔可以俾你入嚟睇下參觀下咁。但係當然每一個嘅位置咧，都唔係話隨便俾人入嘅，因為都要有人篤卡啊，或者識人啊，俾你撳嘢上去，即係撳嗰啲大樓先可以睇到嘅。其實咁先至麻煩，係啦。咁 anyway， 咁值得一睇啦。咁都見識到即係佢哋真係好努力用嗰啲 Adobe 嘢嚟創作啦。咁頭先都有講，佢有一個室咧，都係唔知1992年開始咧正式去創辦呢個 Adobe 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哋都為咗紀念呢一個嘅時份呢、這個年份啦，咁佢哋都特登有間房咧，係專係製1990年代嘅物件咁樣，係關於即係一啲電腦啊 software 嘅嘢嘅咁樣咯。好啦，嚟到咧最後一站啦，我哋呢個站咧就係 Santara 係咪啊 ？Row 應該叫聖安娜行。咁咧我就見呢條街咧好靚，同埋咧因為臨近聖誕節啦，跟住今個禮拜又係 Thanksgiving 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就想嚟呢度睇下啦。不過而家上早，因為而家係下午4:00多，咁所以變咗咧就。如果等佢日落嘅話，就有啲麻煩咁樣咯，係啦。如果唔係就睇唔到燈飾，因為我見頭先嗰條街真係好靚。咁同大家講下啦，因為咧呢度泊車咧真係要好小心，因為頭先咧我哋最後就問咗警署咧，佢就問咗警方咧，佢就話如果我哋泊喺呢啲私人嘅街上面咧，就要好小心，因為佢話其實係 public 嘅 parking， 但係因為佢係屬於私人屋苑嘅 parking 啦。咁因為佢哋為咗賺錢咧，如果你泊太耐咧，佢有機會去捉你嘅。咁所以大家就要小心啦。咁反而咧，泊佢對面呢一個 parking 啦，就會比較好啲啦，係免費泊10個鐘都冇問題。咁就同大家講下啦。咁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去周圍睇下有咩睇先。
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，就是这一条街去到那条街 H&M， 这里全部都是买些贵的东西，但我看到因为临近圣诞节真的很漂亮，所以我们就下一转看看。哇，看看这里很漂亮啊，这条街如果圣诞节来真的很有那个兴奋，如果他播埋音乐可能更正，很多一家大小都在这里拍照。哇，好正啊，这个环境有少少像英国那些感觉。哇，看看我身后这间原来是 cinema 来的，看不出，我以为是一间美术馆咯，劲似啊。Rush 都拍得噶，整到咁靓。哦，即系其实呢度成度都系咩 Central Row 咯，系咪？哇，看看我们呢美国东岸呢就是没有这些 palm tree， 但是西岸呢竟然有，我今天见了很多次，还要现在特登出去布置很漂亮，还有呢这层楼呢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住，挺漂亮咯，它那露台布置得挺漂亮咯，超正。好了，我们找回我们的停车场先。終於來到加州的 Costco 了，我有朋友跟我們說就說加州的 Costco 和我們的東岸 Costco 是有不同的，所以我們今天儘管來看看，拍片給大家看看究竟是不是不一樣先。哇，這裡超多書賣的，雖然我們那邊 Costco 也有很多書，但是沒有那麼多書，超多書的，看看什麼書先。小說，哇，一本都是17.99，不知道有沒有看，他说是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， 一个叫 Jesus Listen， 这么有趣，喂，是的。哇，这里有灯卖，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灯卖，还有这些灯很漂亮，很特色，不过也不便宜。哇，这只三个朱古力呢特价，它不是因为那个什么南瓜节，而是呢就是 Thanksgiving， 咁就平两个半，咁我哋试下买啦。跟住我哋再睇下仲有咩食先。啊，呢隻朱古力呢我见东岸嗰边好似係冇嘅。呢一隻呢就係比利时朱古力，仲要係话方形。咁呢个买价钱呢係11.99。咁呢，但係我买咗朱古力啦，就唔索性买啦。如果唔係我唔知点上机。哇，呢度又有比利时朱古力。这只比利时朱古力呢就说 100% 是纯 cocoa butter 去整的，我未吃过，这一只又是，哦，同一只来的，是啦，这样。同埋呢跟大家说，这里有 Codiva 买咯，竟然是咯 ,15.99 差不多啦，跟香港价钱，但我不知道它那个有什么特色，有块饼添，那我觉得不值得买咯，是咯。哇，这里超多比利时朱古力。呢度成喇都系比利时朱古力，我哋嗰边冇。哇，竟然卖好多酒，我哋嗰边都冇咁多酒，呢度全部一系列咧，全部都系买酒嘅。我哋咧东岸都冇咁多，不过我唔好酒，所以都冇乜关系。仲有呢啲
大闸蟹。我老公话嗰边唔见有，又的确系好似冇乜，就咁样劈完一次之后就咁样买出去，价钱就14.99，有啲就39.9。嗯，唔知道好唔好食啊？如果咁样嘅话，系咯，但系呢个就系我哋见唔到咯，东岸嘅时候。哇！你睇我个仔几犀利，瞓咗3个钟啦，都未起身，可能佢嘅时差仲未调校到。好啦，夜啦，我哋翻屋企啦，系咪老豆？嗯，翻屋企啦。今日满唔满足啊？今日你满足，我就满足啦。哦，即系吓 ，Happy Wife 就 Happy Life 啊嘛。Happy Wife 就 Happy Son， Happy Son 就 Happy Father。All right， OK， 好啊。我哋身后咧就系 Westfield， 咁咧其实如果大家有行开 Westfield 咧，就知道系高档嘢噶啦。咁咧我哋头先咧就谂住去顶泰丰食嘢嘅，但系点知顶泰丰咧就爆晒棚，佢话一系就外卖，一系就再等，所以咧我哋就决定食第二间啦，就食 food court。咁啊 ，food court 都唔係好難食啫。下一站我哋将会去 San Francisco 嘅唐人街食点心。为咗咧上去呢个高登机车有嘢食咧，我哋就揾到一个小食铺头。虽然啲嘢食好食，但系态度超级恶劣，我哋同老板仲嘈起上嚟添。冇几耐，我哋就揸车去呢一个三藩市最出名嘅景点，就系高登机车嗰度影相，真系好靓噶。到最后夜晚啦，我哋咧就去咗呢一个渔人码头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段片嘅朋友，记得俾个 like 我 ，share 俾你朋友。如果仲未 subscribe 个 channel， 记得 subscribe 啊！下集见。